大家好，我是菜菜饼。在我们生活中呢，有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在网站上面，或者说是一些软件里面提交一些照片作为一些资料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些要求，比如说这个照片的大小不可以超过多少 MB 或者多少 KB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如何去修改照片大小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把照片大小改到小于20 KB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操作吧。首先呢，我们选取一张照片，在 PS 里给它打开，然后呢，点击选择图像，点击图像大小，在里面调整一下分辨率，我们调成30，然后点击确定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图片明显变小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点击文件，选择导出，存储为 Web 所用格式。存取格式为 JPEG， 品质呢选择低品质，这边的品质是可以调整数据的，我们选择一个4，具体的根据你的需求来操作，然后呢点击存储，重命名一下，点击保存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。现在图片的大小只有11.9 KB 了，这样就在20 KB 之内了。以上呢，这些就是关于如何把照片大小改到20 KB 的一些操作啦。你有没有学会呢？希望有帮助到你。我是菜菜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